今天来带大家看一台我们华晨的800千瓦敞开式应急电站。这款机组性能稳定可靠，三高环境适用性强，操作简单，只需简单的工作人员，广泛适用于畜牧养殖、酒店、商场以及消防备用等行业。采用预柴系列的柴油机，常用功率是815千瓦，备用功率是897千瓦，国三排放，清洁环保。纯铜电机内部纯铜线多层缠绕，逐层刷胶，增强了导电性。自带的电压调节器使电力输出更加稳定。自保护控制系统实现对低油压、高水温、过电流、过负载的保护，实时监测保护机组运行安全。我们华晨的底座是经过酸洗磷化的，更加的耐磨耐腐蚀，比一般的底座使用寿命也更加的长久。船用减震垫以及双螺丝的固定，减轻了机组的震动，处处细节彰显华晨品质。欢迎点击视频下方小黄车，获得更多机组资讯。